本所同仁于24日下午巡经旗津山路，福建迎面而来的一辆双载机车，后方的女性乘客贴心的拿食物喂食前方的男性骑士，上演亲密喂食秀。因男性骑士不时转头，未注意车前状况，行车摇晃不定，恐生交通事故。警方上前劝导，发现无性骑士违列管制毒品、尿液、残烟、人口，进而在机车置物箱内的手拿包查获15包毒品咖啡包，经检验呈现3级毒品卡系统阳性反应。吴男供称，因从事餐饮业工作太累，才会吸食毒品提神。警方讯后，将吴男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。警方呼吁，新型毒品多以新颖的包装及外观吸引民众吸食，因毒品成分复杂，国内外不乏有试用新型毒品后猝死之案例，提醒民众切勿试用，以免毁了健康，更可能身陷囹圄。